大家有没有听懂哈？我的符还 OK 吧，各位？还 OK， 可以哈。嗯，我们相符的，对不对，各位？希望大家对我好一点点哈。其实这个是过完年第一个团嘛，对不对？大过年的也是陪大家五天的时间。真的，我真的有所希望，有收获。我现在挣了20000韩币，真的，在这一个地方，一个5000，4个呢，20000。我这20000韩币呢，怎么办？等于没赚钱呢，大家。所以呢，易肝宝呢，大家听我讲一下哈。易肝宝是排身上毒素的哈。因为我们台湾哈，饮食习惯大家也知道跟韩国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韩国人呢会定期排身上的毒素的，3年排一次。这个易肝宝就是这样哈。它是用紫苣籽做成的，排身上的毒素。3年吃大概一个疗程是4个月。它不像人参一样哈，经常要吃，它吃4个月是一个疗程。假如自己的肝功能不太好的话哈，8个月，吃8个月，它那个一盒是1个月的食量。